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董哥。这份做的料子呢，就是我去年花了888块钱从天锅台订的。昨天呢，这个原来食主他也就是昨天才刚刚把手镯全部压完了。现在由于这个疫情很严重，缅甸那边都封矿了，现在拉料子的话都比较困难了。所有的雕厂都没有开了，虽然现在的原料非常贵啊。所以去年订的这份西装呢，感觉上还挺好的，还比较喜欢的。春翡丽翠，紫为贵，所以呢，紫色的料子现在市场上的话都比较少，而且还比较贵。像这么一大份紫的话，在市场上的话根本就看不到了啊。这些沙水啊，还有其他一些杂件啊，可能就会比较好。这样呢，取得就没那么好了。这个地方最紫了。像这样取一件吧，取件活头比较好。然后呢，再来这样再取一件吧。像这片料的话，正常来说会有4件料子。做4件上手很漂亮的，大家看到现在这种自然光沙看的话，它都很紫，这些椭圆形的沙子也漂亮的。希望呢，今天早上把这个切好的这个鱼呢，像这些有些根的地方的话，就做工的时候它就会把它给做避开了，这就没什么影响。这里呢就一共有十几个手镯芯，一般来说每一片料的话，像这种大的话得有3件到4件左右的料子，这里如果全部做沙水的话，应该得有很多了。所以呢，我的参考例就是想买一些手镯芯，拿去做一些沙水，看它起货效果怎么样，再决定其他的。看一看啊，这春彩的这个料子都非常的有味道。这个料子呢，你看不用打灯它都是有色的，绿色的。做山水就这样来做，山的话可以这样做也可以。这说呢也说不了那么多，绿的地方可以做一棵树，这边呢就做山把它做起来，背后呢也要做双面的雕工，这样才会显得这个料子这个更加的好。还有呢，跟今天早上呢，我也另外拿了一个手镯芯把它开了片，就是一开二，看看怎么样。把它一开二了，开出来以后，它这种紫的话就是见光不会死的。这个呢，这两个呢紫的都很漂亮的，很肉结。现在呢，我就想着也可以先把这两个给做了。它是要做圆物，还做房主的。到时候做好以后起货的话，我就给你们看。如果你们也想看到这个起货的效果的话，你可以关注我，私信我，跟我要说你要看这个起货效果就可以了。观谷珠宝成立于广东，拥有国家注册商标，从事翡翠行业10余年来，坚持从缅甸矿区采购性价比最高的翡翠原石，聘请知名的翡翠雕刻大师精雕细琢，支持私人定制服务，为大家提供可以传世收藏的艺术品。观谷珠宝客户遍布海内外，特别是在华人较集中的美国、加拿大、新加坡、港澳台等地区有很高的声誉，每天都有很多新老客户结缘观谷。以往都认为翡翠价格过高，那是您不了解翡翠。关注我的微信
7887-2456，学习更多翡翠知识，判断翡翠的价值，打破传统珠宝行业虚高暴利。买翡翠找关谷，微信7887-2456。关谷珠宝向您承诺，全场保证翡翠 A 货，送国检证书支持全国复检，可以淘宝交易，假一赔十，鉴赏期内不满意可以无理由退换。同等翡翠所售价格低于实体店的三折，可以随便对比。微信7887-2456。